马上快成功的时候，出大型的时候，可能每个地方都比较粗啊，就是比较厚啊，它可能会好一点。那越到最后，越接近成功的时候，它越容易断，就是有时候都不敢呼吸。这种特别容易断，这个眼前如果说隔着一个放大镜啊或者什么的，可能不是那么直观能感，就是看到那个铅笔，它可能就是手上的力度会掌握不好。雕一个小人滑雪的动作，然后雕五官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说雕出一看这个运动员是谁。但是呢，如果说能把这个整个项目统一一下，把这个他们穿这个鞋啊，就是统一个做一个代表可以。